今次除了擺手和原地跑之外，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挑戰，沒錯，就要避開迎面而來的將烏雲活化。好了，我們正式開始吧，我叫多些人一起玩吧。任务交俾你啦，小勇士，你要小心啊！等等，系呀，今日翻嚟食饭啦，系呀。小勇士，你哋究竟避开咗几多个大魔王掟出嚟嘅障碍物咧？成功避开咗一个嘅话，就有300分。将你哋嘅分数计好之后，留言俾我哋啦。